这很难认得全呢。这不会全是那个？我是要跟这样的人比赛吗？他们是来当导师的吗？我是要……我不去了，我不去了，好吓人，好吓人！不是一开始不是这样说，我都出汗了。好恐怖啊！刚开始说，我们节目有医生、警察，还有在职的各种职位的人，他们日常生活里都很喜欢唱歌，就会写一写，然后一块来唱一唱。也有学生，也有大学生，反正一半是音乐人，一半是素人。我说，好好好。然后就这是什么呀？39个人，只有我不是音乐人，我走了。啊！救命啊！我要死了。怎么没有素人呀？好恐怖啊！